为什么我那么大？因为我厉害，不，我说空间队伍就是取决于你的那个、啊，是不是你要先带走一只啊？哎、欸，他这样子好像过不了哎、欸，这已经做全体攻击了，我要怎么过？被两个打不是升天了？哦，不会，连击，哦，好爽！怕啥？太久没换班了，忘记了。啊，搬走全体攻击没错，所以那猫的等级根本不重要，好不好？直接这样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有效果了吗？他们感觉还是有炸弹呢、欸。嗯、啊，怎么回事？他们到底还有没有炸弹？睡觉的晚安。慢慢打。主要是靠庸子的150万把它炸掉，要拆两次是这样吗？真的假的？还要再拆一次哦？有这种事情？好了，那我再拆一次。我们是那个拆炸弹专家，不过这队蛮爽的啊，大部分一抗袭击的不是。踩两次哦，我按两次哦、啊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是这样玩的吗？没事啊，哈哈哈！这先攻就爽一波。他、啊、这杯连击也不会死、欸，对吧？然后下一回合那个数字盾也不会死啊。那数字盾他赚连击我也没事了，啊不对，这边会出事哦，因为他这个是无视减伤，这边反而要开爆发，然后下一关反而不用开。如果你要洗技能，都是在下一关洗，那就爆发全开吧，等到七康以上，可以的。猫可以换谁？猫可以换，没有谁，就是要猫，不然有一招就是你第一关就是吃一颗石头就好了，那是一样的玩法。拆弹阿红团，给你们看这连击啊，他打七下我也死不了。哦，对啊，猫可以去打，我们去打个猫好吧？那个等级又不是很重要，第一关无限洗技能啊。你那就算记忆带进去，你就是洗的比较久而已，还是可以过。好，知道魔王什么时候、啊？下一关也可以洗技能，所以这边有爆发，开爆发好了，开这个七个十六颗，你可以慢慢的排版面之类的，还是可以过。这个被打二十下也不会死，对吧、啊？应该说打一百下也不会死。天官这边应该也是同样道理，哎，不要打打看。有没有？怎么死不了？这边也可以洗技能。玩2000天没用过那个猫，今天就用到了。那我们就把所有技能洗起来吧，反正下一关也可以洗，每一关都一坑洗技就好了，爽到翻天，根本死不了。只有第一关。不对啊，如果你带防爆猫，第一关也死不了啊。我们的真丝变成同步率变零了，被打到崩溃，同步率3级5亿啊！啊，这边真丝要变身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副队长，真丝变身一下。反正真丝的作用就是工具人。来打无数的，所以真实的那个界王权可以挤掉是没问题的。
啊，没打过再洗到跳起来就好了。所以这边其实一定百分之百过的，没理由死啊！你想转地康也不会死，空转也不会死，就这样。那这边也不会死，地康洗到技能跳起来就好了。感谢 VR 的100块抖内。玄哥用到不知道几颗石头爆肝，三天才从1003等吃升到1036，1036练36等哦，太扯了吧？那等级难练的。哎，这队可以边聊天边玩，完全没压力耶！一枪洗鸡洗到吐哎。哦，好啦，技能都跳了，那就来吧。开这两个基本上够了吧？他应该会被我打死，没死也没差吧？没死我们也死不了，我们即使把他打残了，他连击我们，我们也死不了，对吧？那没不会死啊。数学史当确定什么东西啊？一康让他升天就行。项羽要怎么煮呢？带库拉皮卡或铁扇，就这两个选项。剩下的看关卡煮。哎，又跳了那个石壁。我是觉得是这样。哎。够啊！再来一次，没真伤了呵呵，只有这两个真伤哎，没办法，这真伤是真的少。干，怎么那么痒啊？自己注意耶，好痒啊！这队怎么输？敌人简直在抓痒。红哥晚安，先睡了，晚安。在想这个真嗣换那个会比较好啊，换朵雅会比较好。看这至少朵雅可以打五下，这边也可以用真伤用。啊，那真是，对呀、啊，会不会换朵雅真的比较好一点？这阵只要有坚持下去就是你的嘞，对不对？看，真的换朵雅好像比较好一点。不顺便集真嗣的同步率吗？不用啊，因为这对输出从来都不在真嗣啊，真嗣只是拿来当工具人用的而已。这对要玩就是要玩集伤在双队长的玩法，还我原本的阿红，什么意思？原本的我是吗？现在就是原本的我、啊，不然我今天有什么变吗？我今天不是跟昨天差不多吗？贪婪没有输，只是要打比较久一点而已。啊，可能在一回合就可以了。你看他打到后面他会连击，连击也是不用怕他，也是一康羞辱他。下一个盲抽队长好不？不要了，下一个这个打完就要睡了，这个打完就两点了，这边要磨到两点。哦，真嗣的牌出来是可以用的吧？可以可以。好，哇干，没事，开关就好了。其实是可以试 combo 哎、欸。只是那火珠都连在一坨是怎样？好，磨到过，按珠，这边最好，其实没有最好，反正一样是吸金的。可是感觉可以这样开耶，先打他们一波吧。
反正都全体攻击，所以这边一定是做单体。没有消死康哎、欸，好烂！哦，死了，不行技能，这都一定能临死，百分之百临死吧。有时间还没过的中之队吧。不过我比较麻烦就是。依照我的想法是，这边可能要开班，要开副队长的班，慢慢打。这边不要心急，因为等下第二条血条才是重点。他的第二条血条会无视减伤，所以我打算用那个控场龙科去控住他。这里消光珠的话会死吗？应该也是不会了。要、欸、不然我们来消光珠好了，洗技能。反正我们知道洗技能嘛，消光会怎样啊？伤害变零化，然后反击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那没事啊，那我们消光好了。啊，果然是这样，所以直接消光就好了，可以，舒服舒服。不过你要爆发的时候就不要消光。看他在这边也死不了啊，根本不用叠出啊。突然觉得刚才叠字的我有点蠢。我带的是控场龙科啊，当然你也可以带绿珠的龙，哎，不行，不能带绿珠龙科，因为你的血量，除非你的血量过30000才有办法那样玩。可能你血量没过30000，就只能乖乖的带控场，或者是挡死龙科，或者是钻石之类的，反正就是要有一个挡死技能。也是真的，对啊。今天就不要省技能了，反正等下都可以洗技能。这边是唯一不太能洗技能的地方。还会出事啊！哦，一伤160亿，没问题。这么久我打到他快吐了，那你有没有考虑用这队？这边也是一康洗技小跳就对了，反正他也打不死你。我的阿龙很纯真的，对对啊，真什么的？我刚才有在开车吗？我刚才没在开车吧？还是刚刚不知不觉开了？一颗魔法石算挡死吗？什么意思？哦，算啊，你第一关可以用一颗魔法石过啊，这一队。所以严格来讲，这一队如果你真的没有那个防爆猫，也懒得刷的话，就是一颗石头的事而已啊。那顶多就是吃一颗吧。好久没开车了，哇，好痒啊！他这个妖魔，所以真的带朵雅比较好哎、欸，后面都用得到。但真是只有那个第二关用得到而已，不过也没差，一康洗技能很快的。其实开这个比较好，光暗珠比较多，可能切的白刃比较多，那个伤害打的可能会比较痛一点。水珠没消到，再算了。有消到攻击珠子比较重要，你看人的伤害差很多，所以可以利用真是勉强可以炸板，这算有用吗？还行，每盒尽量消水珠，累积真是 EP。 因为都愿意玩这队，怕懒得刷防爆猫吗？也是啊，你就刷一个记忆的也行，对不对？你刷个记忆的就可以临时了，为什么不刷，对不对？现在那个遗迹特许就有了，不要让真丝暴走啦！让真丝暴走很慢呢、欸，他每盒都要在那边自己在那边触发技能，不划算啊！因为这队就是魔队啊，你还一直在那边让他开技能，浪费时间。协转。每次啊，
这样。哦，真是在王三可以排出哦，那也是有用啊，很开心。这个接下来最后这个龙克，我想留给王三，因为王三感觉比较难过一点。哎，他这队是不是无视燃烧啊？我记得好像是这样，而且就算消到暗珠也不会死，他没有无视减伤就不会死，这等于是也是稳过啊，对吧？无视燃烧，哇靠，操作球哎、欸，这个班躺着过哎、欸，所以没过的真的可以用班过哎、欸。好过到爆，真的。如果你真的有时间，你不想去赌那种比较手短的队伍，就用这队了。这队真的是太恐怖了，好久没玩班了、哦，因为都那个魔队，我就懒得玩。对啊，在考验你的耐心，有耐心就可以过。你今天才睡觉啊？不一定。帮我看那天有没有事情要做啊？他们昨天帮大家进捡到蛮晚的，就蛮晚睡的。还怀疑人生？这不会啊，这队不会玩到怀疑人生啊。大部分时间都一康洗技能，那我怀疑人生、啊。又不是说你要一直消猪去洗技能。这队大部分都一康哎、欸。说到 X 要改一转吗？你看你有没有救杰 X 啊？有救杰 X 就不要一转，或者说你有小西蒙，然后大哥，小西蒙加大哥的合体，那也可以不用一转。三层就打完了，我的体力也光了。马上三十五开抖内，谢谢你。说到三层就，这队还可以解三火成就，哎，对不对？顺便解成就，没有火队的。有这队可以考虑看看，爽解一把。全校盾真的很刁钻，还好啦，至少不是只有一种卡片能过啊，很多种卡片都可以过啊。更甚至你龙科再厉害一点，你龙科能够消到整版固定的也是可以过。我记得我在官方直播的时候就是用那个。指定龙科加那个阿尔同是过的，所以有机会，有龙科就有希望。光更新这个不能开，哦，他暴走了，哭啊！暴走什么？看他暴走，然后可能炸个那个。没有光珠哎、欸，应该是要洗，这边应该是要洗那个勇者技能才对。干他暴走，暴很小啊！怎么会暴？谁让他暴的？好烦哦、喔，走开！他这边是暴走。哎、欸，没音乐了。靠北，那我怎么转出光珠来？啊，把这个勇者关掉好了。然后对，就这样。然后希望他不要暴走，那暴走反正碍事哎、欸。能不能不要暴走？哎、欸，一组新珠，喂，怎么只有两颗？明显做坏，把那些杂珠绿绿，杂珠就是木珠跟水珠，没用子可以换谁？其实蛮多可以换的，不一定要庸子。个人可能会换个真伤的吧，妲己之类的也是有机会可以过。这感觉有机会吗？直接转吧，那暗珠不能消，有点麻烦。没差，这个有庸子就可以无限把暗珠给绿掉了。打这么痒，认真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打这么痒？真是能换他吗？换谁？好魔、哦，为什么那么痒？没道理啊！他血量多少？现在才9亿耶，为什么？
为什么该打不通？是按住的问题吗？伤害也太感人了吧！伤害怎么回事？木珠、哦，尤其那个还暴走，靠我背，早知道不太真实了，有够雷。哎、欸，那新珠剩一颗怎样？干炸三小，哇崩溃啊！真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是雷人呢？不仅开优子身上啊，龙骨身上是一定不能开的啊。他一直炸，我觉得通永远都通通不了哎、欸。我要把我唯一的龙科用在这啊，我觉得，不然我要打到崩溃了。不管，等一下如果技能跳起来，我要干你哟！等一下如果技能跳起来，我要开龙科，不然真是受不了了。士兵会打到崩溃。好好好，没事没事。我靠，那一直炸受不了。反正王冠都可以洗技能啊，王冠三条血条都没有那个技能重置。不是减伤，是无视减伤，所以我还是赶快到王关好了。可是下一关也是无视减伤哎，所以最保险打法应该是这边要磨着过，然后下一关要那个下一关再开龙科之类的会比较好，比较真的保险过。我还是不要这边，还是慢慢磨好了。哎、欸，明明就可以打伤害出来了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？咋啦？哎呀，这边是不是能带走他？但是我觉得应该带不走他，这个应该会残血。又可以打他了，好好抓痒抓痒，抓起来！他的反面只有三 combo 能消，刚才火珠不够是不是？开庸子啊！哦，谁来把正式打死啊？打昏他好不好？还是让我不能很爽的洗技能呢、欸？就一康就可以解决的事情，硬要在那边排猪哎、欸，真的崩溃。啊，有个新猪。把你打晕好不好？先不要。哎、欸，那星座还可以天降掉的，太神了，太神了，完全是没有想到的一个操作。是为什么要天降掉我的星珠？这个火珠的量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、欸，一主星啊，一颗，再来一颗啊！不要，真是不要，真是怎么那么会啊？再来一颗就好了，拜托你了，一颗就好。一颗很难吗？一颗，啊，然后又炸一下，真是啊，好险没有啊！别再炸，再炸受不了啊，真是。啊，好险是你还原，还原是你。感觉有机会带走啊，有没有？赶快带走啦！这里是梦魇呢。哦，总算打了四亿，这炸就裂开了。靠背，哎、欸，这里的话，我是有千万个不想开龙科，但是还是开个龙科好了，我怕出事情。这样是七吗？这边出事情就前功尽弃了，我们宁愿打个保险的。王冠三条血条，一 combo 都能活，实在没必要在这里冒险。那我看应该是可以打过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王冠三血了，王冠三血一 combo 都能过。
感谢乌鸦的100块抖内，百姓你睡死。我等下直播，我先磨完再去叫他。在忙，我们已经快打完了。能排出就尽量排嘛，反正也对，也不知道要干嘛。哎，六 combo， 赌博红呢？不是啊，能稳过的你赌三小，你为什么要？为什么要在稳过的时候赌博呢？没意义啊！这边就把那个班鞋都跳起来再说吧，懒得消 combo 啊，那消 combo 没什么意思。除非那个真嗣又暴走，不然没什么意思。只要不手消水或叠水，其实真嗣就不会起一批暴走了。哦，对，也是这样。所以我洗技能的时候就不要。好。哎，是不是有排除功能呢？是吗？哎，真的好。然后武士抖内一只警告，我看一下，我看到我马赏抖内跟乌鸦，对啊，我刚才有念乌鸦的，反正我们就不要消那水珠就对了，不消水珠，哇，好，不要消水，一康没水可以吧？不消水洗到爽，真的哎，哎不是啊，为什么他又自己搞起来了？他没消水啊，他那个为什么可以自己搞？自己帮自己回一批哦，还是怎样？他没消水啊，他为什么可以？坏，为什么？有点神哎，他是谁帮他回的？有鬼啊！没有差，他想乱来就乱来，对啊，那想乱来就乱来，为所欲为啊，为所欲为，家伙，明显是个狠角色。好啊，继续洗技能。发现 bug， 因为这个 bug， 我要洗技能洗很久哎，是不是在哭？很还原原作，别呀，大哥，打完刚好也可以睡了，是怎样？那勇子到底要跳起来？哦，等下等那个真嗣暴走再排出就爽了，还是他反正这时候不哦，有，输啦，先排看看吧。猪，这有办法消整本吗？哦，有吗？哇、哦，消整本，伤害够吗？我要开个技能再消整本。两个没有任何软用，因为。是可以过来，给他开关庸子，干他一波就可以了。不过我想要等到他暴走，然后可以排除就好了。刚才不是我会暴走啊？你要排除，反而不暴走是怎样？这庸不是这个绅士是怎样？三回合四回合没暴走嘞、欸？以前我每天暴，现在我一年暴一次，太酷了吧？可以开这个，哎、欸，这是死 combo。看回合数，好，先排一下，等下排完再看啊。这个打完再看回合数，
应该打了四了吧？我要进王三咯啊！三小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会长这样？又怎么了？到底是三小哈？能不能不要再磨了？那是怎样？为什么如此哎？太硬了吧！哦，啊，差一颗，可惜。哎，我是不是应该先开勇子啊？应该是。开勇子，等下就可以洗技能。我空转。哎，空转也可以还原版面哦！哦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都空转了，那个真是还在那边集 EP 耶！到底谁给他的 EP 啊？那都空转了，还可以自己在那边集耶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真是他这个 EP 偷谁的？鬼月还没到，到底又是什么一回事呢？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我再触发一个排珠功能就可以带走了。妈妈给儿子的 EP， 那是什么意思？那什么东西？啊，应该可以了吧？哦。两点了，磨到快崩溃了。啊，所以啦，王冠其实还好哎，到这边才32分钟而已，那跟那个我的金恩打起来差不多时间呢、啊。我们几回合？170回合，怎么磨到300回合的？明明就170几回合就可以过了，你们怎么磨的啊？王珠，哦，反面可以哦。先来转转看好了，那你怎么磨300回合？那为什么我不用？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暗珠敢不敢天降啊？好，算了，我现在40%的出事了，我要洗净了，没公珠，好惨。你还在随便乱转，我就去了哎、欸。这边可以搭配那个真嗣的炸板加双队长，所以我庸子有跳可以先开。哦，而且庸子他那个也不会。不会转掉版面，不用先把木珠消掉，那没意义啊，因为那个真嗣还是会搞你啊，就乱炸一通欸。他就算你留什么珠子那都没差，那他不会搞你就对了。哎，哇，又不抱走了，为什么？真嗣你要不抱走啊？啊，真听话乖。有暴走就可以打了。嗯，想想看，这里这样上去，哇，那种重点按住。斜转，斜转，斜转。就算削到木珠也没差。哦，过了，太神奇了，杰克。其实很轻松，讲真的，这一队超轻松的，还可以解三火成就，超爽的。照着剧本打，应该100%过吧？这个没有死的理由哎、欸，一康都不会死，是要死在哪？耶、yeah ，太爽啦！